988聚焦东盟，欢迎来到988聚焦东盟。早安，你好，我是 Cindy 新蕊。新冠肺炎疫情扩散到世界各地，东盟十国也全部沦陷。那目前疫情最严峻的东盟国前三名呢，分别就是新加坡，病例总数已经正式破万；印尼和菲律宾，截至昨天的病例呢，也是分别超过7000宗和6600宗。那新加坡的感染人数呢，可以说是突然暴增，连续好几天都新增上千宗的病例。感染者呢，包括了大量住在外劳宿舍的工作准证持有者。那为了防止疫情扩散，新加坡政府日前也宣布延长病毒阻断措施到6月1号。总理李显龙就表示，从4月初开始实施的阻断措施呢，其实是已经发挥了作用，但显然是不足够的。因此，新加坡不能够松懈，而是必须要持续的防疫。目标呢，就是让社区的每天新增病例大幅度下降到个位数，甚至是零病例。而他也希望新加坡人都可以了解，长痛不如短痛，必须要先阻断病毒传播，才可以重启经济。那就在延长措施之后呢，当地执法单位就宣布收紧必要的服务范围，并且加强检查那些继续营业的工作场所，确保所有的业者都遵守条例。同时，新加坡政府也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来管制上巴沙的人群，那就是按照身份证号码上的最后一个号码来限制人们什么时候可以上巴沙。同时也规定每一个家庭呢，任何时候都只能够有一个人外出。那刚刚就提到，新加坡政府宣布暂停当地的非关键服务，所有独立运作的餐饮14，比如说卖珍珠奶茶和糕点的商店，以及所有的理发店，都必须要在这期间暂停营业。结果呢，就竟然引起了抢购珍珠奶茶的热潮。那根据了解，当地政府呢是在前天傍晚宣布，并在当天的晚上11:59开始实施。大概很多人都很担心，6个星期没有得喝珍珠奶茶很难受吧？结果呢，全岛的珍珠奶茶店都出现排队人龙，外卖平台的订单也暴增，有一些平台呢，甚至是因为负荷不了而暂停接单。当地记者就发现，很多店面在那几个小时的人流量呢，是比平时周末更高，而且大量的民众涌入，其实也导致无法遵守相隔1米的安全距离。也有网民拍到民众在排队的时候推搡，因为抢购珍珠奶茶而起了争执。那除了饮料店有人龙，理发店外面呢也是有很多人排队，因为接下来的6个星期，新加坡的理发店也是必须要关闭嘛。很多人都担心1个多月没有的理发会很不舒服，所以理发店外呢也是长长的人龙。其中就有网友拍到，有一个地方呢的队伍啊是横跨至少7间的店铺。看到这样子的画面呢，其实也让人不禁担心会不会有群聚感染的风险呢。那另外，今天开始也进入了伊斯兰教的斋戒月，1个月之后呢，也是开斋节。印尼政府就估计呢，全国接近1/4的人会在那个时候按照每年的传统离开城市回到家乡，恐怕就会加速病毒传播。因此呢，总统佐科威早前已经下令禁止人民回乡，禁令呢是从明天24号开始生效。那数据就显示，印尼的总人口超过2.6亿人，穆斯林就占了2.2亿。去年斋戒月期间呢，有接近2000万人在国内移动，其中移动最频密的地区呢，就是印尼目前的新冠肺炎重灾区首都雅加达一带。那为了应对疫情，印尼政府呢早前也颁布了防疫隔离措施，但还是有很多不听话的人，这让当地官员都受够了。其中在斯拉根县呢，县长就颁布一个不太寻常的法令，就是把那些违反隔离措施的人关到鬼屋里头去。那据说呢，这个鬼屋监狱是社区内曾经传出灵异事件的废弃房屋，目前已经有5个人被关在里面了。其中就有人说，暂时呢他是还没有遇到鬼啦，但是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嘛。而且他也说自己已经汲取教训了。那如果这个方式真的是有效的话，不知道其他国家会不会也跟着效仿呢？好啦，今天就为你跟进到这里，我是Cindy新蕊，明天同一时间记得准时收看收听988聚焦东盟。